侬好，我是老鸭说。这里是日本东京迪士尼海洋公园的阿拉伯海岸。阿拉伯海岸是以迪士尼电影《阿拉丁》而设的主题园区。这个由精灵施法变出来的王国，宛若天方夜谭的世界，连空气中都飘着神秘的异国情调。在此，可跟随沙漠商队骑着传说中的奇禽异兽远行，也可加入辛巴达的行列到七海探险，或者观赏精灵的爆笑剧场也不错。现在进入的这个游玩项目是《辛巴达传奇之旅》。哦，真是。现在坐上了小船，水手辛巴达和小猎鹰就要扬帆航向未知的大海了。一段充满勇气与友情的冒险，将随着迪士尼配乐大师亚伦·孟肯谱写的壮丽音乐，深深刻画在您心底。快登上船，与他们一起出发吧！只要相信心中的罗盘，就一定能找到世上最珍贵的宝物。Yeah!
谢观看。